跟我爸啊，这个最近啊，在网上有个特别火的饭店叫火山排骨，就是他们家的排骨是全宇宙最辣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来到这家火山排骨店啊，来看看它到底有多辣，到底好吃不好吃。然后挑战这个辣度呢，我还邀请了两个我们的小伙伴，等，到这来，这就是马可还有黑粉头子啊，黑粉头子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进去挑战一下，看它到底有多辣。它分 ML、XL、XXXL， 我觉得就咱仨的食量，咱就来个 XL 的吧，好吧？这样的话，我要两个 XL， 一个 XL 减辣的。我吃完这一个 XL 之后，一会儿你再给我上一个正常辣，我们挑战一下，好吧？其实这个它叫这个火山排骨啊，它其实就是泰国曼谷，它有一个夜市叫这个火车夜市，他们那儿的一个菜，它在当地啊。是非常这个通俗的一个菜，就叫猪脊骨汤。这个夜市啊，它做的比较有特点，就把它落在一起。所以呢，今天咱们可以跟小宝就是一起啊，尝一尝。这个是用灭火器的烟熏汤。你们知道它为什么叫灭火器吗？等会儿就炒了呀。啊，对，这其实就是相当于是那个，上场踢球之前啊，我先给你把那个。这个应急的这些都给你准备好了，然后就随时准备拿担架来把你抬下来。哎，这就是他们家的叫网红蓝饭啊。这个据说就是拿这个蝴蝶兰这个花，然后煮成这个水之后，然后跟这个米一起把这个饭蒸出来了，所以它是蓝色的。这个你看这个蓝饭会很有食欲。我感觉要中毒了。我没吃到火蝶兰。好，这就是啊，这个它的火山排骨啊，我现在先上第一楼啊，是减辣版，就是符合国内这个辣度标准的。这个菜到咱们国内之后啊，这个小伙伴都以为它是一种猪蝎子，知道吧？就是啃猪的问题。但其实啊，在当地啊，在泰国当地，它是一种汤，这个应该是把肉啊先撕下来之后。然后拌在汤里吃米饭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它有点像什么呢？是有点像西安的羊肉泡馍版的猪蝎子。这个肉啊，这个丝啊，这个汁儿是吧？就这么一撕的话，就一盘肉啊，没多少。把肉都剔好了，上面还有很多软骨啊，看看，那好香啊！一定，你看，一定要这个勺子咬着这一口辣椒，哎，再来一口肉，还有汤。我要把灭火器备好。我要多加点，好像还在那个辣，还在我接受的范围，是吧？就是像这个，它是就减辣版，它只用了小米椒，然后呢，它这个猪蝎子它就炖很久，然后用这个高汤，然后最后把这个高汤再淋上去，再加这个辣椒跟香葱这些，所以呢，刚才吃这一口啊，就觉得这个肉很鲜嫩，然后这个香味特别重，同时呢，它是用的这个青椒啊，它剁碎这种，所以这个植物这个清香感口味也特别好。然后我已经觉得很辣了，但是他俩貌似还没有问题，感觉有点带酸味儿啊，是不是有点酸味儿？对，因为它这里面还加了柠檬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其实这个汤是带酸口的。嗯，挺好的。我们视频到第一次跟粉丝一起吃饭啊，我们就吃这种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。这个就是正常辣的泰国版的火山排骨，跟刚才吃的相比啊，它里面加了小鸟椒，
小鸟椒是号称世界第十辣的辣椒。特别的火辣，就感觉像是别人抽了你大嘴巴，这么夸张。然后你这个脸在抽你的一瞬间是很疼的，对吧？嗯。把手拿开之后，它就无止境开始火辣的那感觉，啊，就那种无处可逃的那种。哇，这个辣是后知后觉的那种辣，是吧？就是有一个延迟的那种。刚才谁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嘴是是后知后觉，现在嘴是有点麻那种。就是刚才在你吃的时候，他看着你，知道不？对。服务员加一个灭火器。加两个灭火器，就原来的时候吧，一直觉得吃辣对吧？谁都比咱中国强。然后在中餐里边，什么川菜、湘菜，那都是真正的辣。那你要这么看的话，就东南亚这些菜，实在是一点馒头辣。只不过小伙伴来啊，一般就点这个简化版就错了。对，服务员，我觉得灭火器有点烧就说不出来话了。都着火了还要稍等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我一会儿一定把你的表情单独的拿出来放好多遍，对课一下。我老板一会儿拿灭火器来的时候反复的烧煤了，啊，对这样虽然很刺激啊，但吃起来还是觉得挺好啊。因为它这个肉，我觉得煮的特别香。对，好吃，真的又辣又好吃，就又想停下来又停不下来的那种。有虐恋，你知道吗？虐恋，同学们都干掉了啊，伤痕累累。啊，这个默默无语两眼泪。需要说一下你们的感受。我感觉就是鼻涕眼泪，来之前就在想来见到大叔了以后会不会感动的哭出来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种方式。反正就是夏天吃这个确实挺爽的，就是我会介绍朋友来的。我就叫他没事是吧？嗯，告诉他没事，让他们点最辣的，辣死他们。啊，这个今天的节目啊，就到这儿，在最后啊，要送给参与我们嘉宾的这个小伙伴一个大叔玩偶，啊，这个送给你。谢谢大叔。不客气。啊，就是你如果觉得他丑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放在门口会鞋。但是咱就不要做一件事儿，就不要拿针扎了，是吧？就不要像个古装戏里边儿，这是刚好啊。然后这个，请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我们。我会继续吃很多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